哎，师傅，我们可以点菜呀。啊，想点什么菜呀？带鱼的鱼香肉丝，带鱼的鱼香肉丝，鱼香肉丝它就不带鱼，它只是有那个香味儿。我就想吃带鱼的鱼香肉丝。到底是鱼还是肉？带鱼的鱼香肉丝。给他做个带鱼，还有个鱼香肉丝，听见了？不是了啦，就是带鱼香肉丝的第一个字不是鱼吗？我们就要那个带鱼。鱼香肉丝，我想要点一个手抓饭这样子。你点一个什么手抓饭？手抓饭。对。手抓饭是什么？是印度的还是哪儿的？印度。啊，不是。别笑场，演完。就是这个东双版纳，东双版纳的手抓饭是吧？还需要什么吗？那其他的你们看着办就好。对对，一定要这个带鱼的鱼香肉丝儿，别忘了啊！谢谢。好嘞，好嘞，没问题。哎，你们几个人啊？一共？我们这里有两个。我们差不多三四五六七八个吧。我们已经三四五六七八点到吧，我们在路上了，那就一会儿见，待会儿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这个打电话来啊，都狂着呢，到这儿全怂，我都不敢多说话。一个带鱼的鱼香。